来到平林，嗯，平林已经好几年没有过来了。本来今天是要去北四溪的，可是觉得天气不怎么好，嗯，水量好像有点大，所以想说今天就转到那个傣鱼决溪去钓好了。它现在有开放两条，那个北四溪有一段，然后傣鱼决溪也有一段。今天去那个傣鱼决溪，它比较小条一点，去那边钓好了。这边平林水量还蛮大的。来到那个傣鱼决溪，随便找一个点可以走下来的就来钓。然后感觉今天水还是很大。对，我用钓竿那种小溪的这种大面积的，看起来就是很，所以感觉都很大。那个这个傣鱼决溪就是这两年才开放的，才解封的两条溪，一条是平林解封两条溪，一条是北四溪，那个合欢营地到资源桥，啊，另外一条就是傣鱼决溪。下面是大林桥，然后到上面的碧湖桥，这两条溪解封的距离都很远哦，都有好几公里哦，可能钓好几年都钓不完，所以最近才会想来平林这边试试看。啊，今天就挑一段比较好下来的，就是先来看看，今天天气也不是有很大，反正今天就这几次来平林的话，会先来探险，看看点怎么样。反正就是要来平林试看看这个虫，平林的鱼会不会吃啊？那看看这边的石斑有没有像传说中一样比较大只。刚刚在上游那边齁，那个河面太广啊，然后那种流太强，那种岩壁的那种流太强，然后风又很大，所以几乎都不怎么吃，钓了半个小时只有钓一两只。现在换到下面这边来，这一段感觉就流比较没有那么强啊，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比较没风，觉得想要下一段转一个弯好像比较没有风。今天就在这一段试看看，风都很大，几乎是在没办法持竿的状态下钓鱼了，完全没办法控制，是靠运气钓鱼这样。大概11点左右吧，风实在太大了，我大概泡20次，大概只有一次能成功，几乎没办法钓，还没办法泡，这鱼都是它自己来吃的，不是我钓它的，所以要春钩了就挂了，这只带回家吃，你看石斑几只而已。还有其他是小溪哥直接就丢了，然后三角菇，但是结果竟然钓到一只乌锅鱼啊，这么好的地方却有乌锅鱼，这只就不放啊，
这个外来种我们就要带回去吃了，我们把它带到下一个钓点去，装一点水它就不会死了，带到下一个钓点，等到今天钓完之后再带回去吃。好，好了，我们换一个位置吧，反正今天风很大，就每个钓点都走走看吧。现在要离开了，先记录一下这里，刚刚忘记记录，这里可以遮阴，哦，可是没有平坦的地方，还有一点漂流木，所以以后如果要烤肉的话，烤鸡腿的话，这边应该是可以。那，啊，这个濑区，等到时候水量正常的话，应该就不错。那，啊，后面它是接这个潭头，这里也蛮深的，哦，所以先记录一下给我自己看啦，啊，改天我要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哪边可以烤肉了。好啦，我们要离开啦。现在傣鱼决溪风很大，就弯过来北势溪好像真的有风又比较小一点，然后这边是永滨营区，这也是我在捷运那边，哦，风还是很大。这边是要来钓这段濑区的，看看等一下中午过后会不会风小一点，比较好钓一点。我们从下面这样走上来，哦，这一段濑区确实是很漂亮。哦，这个应该就可以钓一天，然后就是这边只有这一棵树可以遮阴而已，可以以后可以在这边烤肉，这边不错，这一段算不错，而且应该还是很少人会来，大部分人来都钓下面那一段。所以这段濑区应该比较少人钓，啊，看这个点都很漂亮。等一下休息一下，就下午再开始吧。
竞速了。哦，这么屌哎！哇，拉不回来哎！哇，你的。黑黑的，没办，哦，进速了哎，有翻，回来，不要下去，靠边，过。很难钓，风又大，水也大，等了三天水还是这么大，然后偏偏又挑到一个风最大的日子来钓，真的是齁，第一次来平林没有那么顺利，不过旁边休息，这边有一颗芭乐，芭乐应该是没有人的，它长蛮多的，也蛮大颗的，应该是可以吃的，找几颗可以吃的来吃看看，钓不到鱼就吃芭乐。好像还不错啊。我以为会有虫结果没有。真的没有虫，只是外表丑一点。下次来这边烤肉，然后吃完烤肉还可以吃芭乐，都还蛮漂亮的。那心都没有长虫还蛮好吃的。改天来这边烤肉。哦，这样好像软了哦，这太软了。
里面好像烂掉，这个就不要吃了。找一点脆一点的，几张？好像都太软了，我太晚来了，大家都走了。这一颗应该比较脆一点。也没有很脆，然后西边的白蜡怎么好像不甜呢？奇怪，野生的怎么不甜呢？好像很重，嗯，有斑了，我录的，还好了，没有很大只。是的，哎，哇，没卖没卖，呜呜呜呜，哎，还好嘛，靠腰哎。现在三点了哈，今天这里有。我先记录一下，下次来才记得。这个沿路齁都有漂流木可以捡齁。然后早上如果来这边的话是要钓对面那一条。看看以后水比较小的时候那边有没有办法过去。齁照理说早上钓对面那一条比较漂亮。
那下午就掉这边了，因为太阳在我们后面，所以不会有反光，而且不会热。哦，然后呢？还有什么我忘记了？哦，等一下再补充。然后呢？今天那个大麦虫哈，不怎么吃哦，几乎大概吸虫吃九次，大麦虫才吃一次，所以这边的鱼可能不大吃大麦虫，所以今天还是早一点吸虫钓。然后下午、中午来这边，感觉风油比早上那里还要小。早上在那个宰鱼节溪那里，那个风大到已经没办法拿杆子了。啊，这里虽然风大的话，可是抛个十次还有两三次可以钓，可能这边有山凹这样挡住，所以这里的风势会小一点点。所以如果风大的话，应该还是要来这里钓。那这棵树呢，到现在一样都是还是有遮阳的效果。对，在这边烤肉应该是从早上到下午都没什么问题了。好了，那等一下就收一收吧。现在下午大概三点多，快四点吧。今天早上在那个宰鱼节溪，风很大，中午才过来这里钓，所以等于是钓三四个小时左右。那这边风也是很大，可是至少还能抛一下。啊，水也是很大，但是这边的鱼好像石斑比较粗一点。早上在那个宰鱼节溪的那只无锅鱼，这只我们就不放回去了，这只要带回去吃了。无锅鱼在这么干净的溪流里面，如果让它繁殖的话，是很不好的。这个石斑，这边的石斑都很粗哦，随便都粗彪彪。等到水干的话，看是这么粗。然后水干的话来钓的话，应该是不错。因为它这边的齿痕都很粗啊。好，上吧。你看那个墙壁上那个齿痕，有没有石斑的齿痕？上次水涨上来那个齿痕都很粗，所以这边石斑都很体型都不错。好了，那今天早点回去吧。